脖子扭伤、骨折和头痛，是肢体受伤后带来的一些痛苦。但是如果你的人体受伤案没处理好，你的痛苦还不止这些。带你办理人体受伤案的律师，他本人在办案中的相关经验、专业水准和专业素质，都会影响结案时的赔偿数额。我们会讲您的语言，我们了解您的痛苦。王明武律师，1800-675-2121，我们会全力帮助您。